老娘是全冰城最有气质的。嗨，大家好 ，NARS 的细管唇膏我已经掩藏了很久，因为马来西亚上市的比较慢，今天终于来给你们做试色了。我买了两个色号，第一支是这个102 No Angel 奶咖色，现在来上唇，好干，好难推开。薄涂的效果，很多人的试色都会偏粉，厚涂的效果，这颜色一涂上去非常的凶。饱和度还可以，大概已经80%还原了我手臂的这个颜色，完全不沾杯。102 Killer Queen 带有棕调的红茶玫瑰色，薄涂一下，这颜色很显贵。我现在看在镜头里的自己，就是那种老娘是全冰城最有气质的。有点干，所以会分层。这颜色不怎么挑季节啊，当然秋冬是最合适的，但是在夏天涂呢，也不会说有违和感，黄皮深唇都可以驾驭的一个色号。NARS 的这个细根唇膏怎么说呢，真的很喜欢这个颜色，尤其是102，它完全就是在我的心巴上疯狂跳动，但是呢非常干，哪怕我有唇部打底了，它依然会这样卡唇纹。官方售价是140马币，我完全不能接受它有这个缺点，你们要买的话呢可以再考虑一下，就靠柜试一试。